人前六百遍，今天看我变身五星名厨，道府家宴做超幸福的料理给你吃。过新年大团圆，不想挥汗做年菜，也不想出门人挤人，五星饭店名厨直接到你家。 主厨带上助手，连同食材一次顶级家宴至少50000起跳。想当道府名厨，做出 VIP 客制化年菜可不简单。看看这个是什么？美国去骨牛小排，放一等级。我大一点啊，那个香气逼出来。香气逼出来，当然要赶快卤下去耶！是这样卤吗？要开火。怎么开火？对，要开火。 选用食材高档精简，满足顶级饕客挑剔的嘴。为了让团圆菜充满年味，烹饪样式也得精心安排。一整排的龙虾要怎么做？那我们进一个表面那个香气出来讲。煎完龙虾，准备去壳，怎么去？先剪一刀。它是不是剪断了？不是，我把它剪断了。剪一刀。嗯哼。这边把肉跟壳。 稍微顶一下，哦，整只就出来了。哇，你看这个酱汁红彤彤，够有喜气吧？做出满盘食材高档烹饪用心的精心美味，名厨道府连调味酱料都得用得精彩。五星名厨到你家，家人爱吃的菜，想吃哪一种口味，条件通通可以开出来。这一天，全家就像贵族君王。 只要等着上菜。今天我也送上50000起哦。但我家宴的部分呢，我们大概是基本50000起跳，可以针对一些顶级的客人，我可以安排他不一样的菜色，有中餐、西餐、日本料理、台菜。想当道府家宴的五星名厨，你必须要有食安认证，同时呢有厨师证照。另外呢，当然你要配合客人的时间，知道客人的需求喜好。 才能量身定做VIP，18般厨艺样样精通，五星名厨道府，让您享受不一样的年夜菜。